来叫你看看。嗯，看这窟窿多大。这是我这是鱼在这家，你都没上过窑，不会鱼在。你看看这，你确定音，你说这整，咱到这整。不是，是不是一回？可不是，再说这个楼也快。那这还有古董。你看这窟窿。俩吃盆坏一顿，这个量也都漏也都湿了，这量吃不着，吃不着啥呀？这一长那个毛都没劲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都没劲了，这没法弄。这我外头下大雨，里头下小雨，这外头不下来，里头还比较下。对，你不整这也太危险了，这再下雨刮风，这卡里往下掉，把这房顶对了，把这房顶拆了，拆了把这。这又收旧木头了，该卖了卖，该烧了烧。对，再往上了，这个墙都不动了，把这靠口那个背景大瓦，是呗，但是不能四面瓦没劲，那不能大瓦的。哦，那个啥瓦？你算的多少钱？这多少平的？算一平多少钱？这你建筑到这边多少？就是八米四米。三十多平。这不计这扣个工盖的2000多块钱，这包还有老天，对着是钢管是呗？对。这是冬天都贵，光买那个啥。反正预备3000块钱，准那个啥，预备3000块钱都冰坏了。你不点了，叫我给你联系。这样呗，你说不叫咱扣，说实在，咱这焊工也不点，扣这房顶里，不是在这屋架里。就是。压着是呗。说焊。你应该说你这房顶不踏实，你叫我在上面给你焊，整点了。这个房顶塌了，整不？房顶是得歇了。太水。好那么的。哦。木头，这是通的。你把这墙就原先那我拆了，墙不动。墙，你个好说，人家扣成完了，这啥没啥，你愿歇了就歇，不愿歇了就行。不用动了。嗯。你妈塌了一批，芝麻还大嘞。嗯。墙都挺重的，一百3000块钱都摘了。摘了。摘了。这个楼人家不种地了，这楼也坏了。这个楼那个给压住了。这还是古董的。可不嘞，这多少年了。不连使不着了，这个楼。那会儿这楼是可好使一种，嗯，这是没得使。你还会种地？我会种地。那就这样吧，就俺就说那吧，嗯，是呗。把房顶拆了，把房顶脏了，啊，拆房顶也是个功夫嘞。反正里头拆房顶，把里头这石头的，石头那你拆的这往那个联合沟里拉的这。这个值1500，这个该值500，大牛肉馄饨，大牛肉还有，你看牛肉还有大面，不是还有大面？哦，你这还得接古董，咱还得整。我这玩意儿，这几块石头卖好几千块钱。嗯。这边还有个大年。那年是一年。垃圾。有用了都得，没用了也是个废品。